里了，单身吗？真的吗？我帮你找啊。你几岁？你二我。那你今天放假吗？放假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成熟稳重。成熟稳重还有吗？就这样了，不要求外。外形的不要求外形。单眼。单眼。比我高高。你大概165。163。那你是学什么的？你做什么工作？啊，我做我们医生。还是白人？你在哪一间医院？马街啊。哦，我妈有去。对，然后你妈对我就是黑男。哦，好酷哦！啊，缘分，那我要好好帮你找。天哪，帮助过我妈妈治疗的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哦、请你喝东西，你要喝酒，很棒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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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我好好帮你找一个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 ？Sarah。对，他有一个美人痣，你看对不对？嗯，太不是了。很厉害。好，我帮你找，你给我一点时间。休闲娱乐是什么？潜水还蛮厉害的啊，我希望找一个男生也很爱水上运动。好好，等等见喽。你点？那个杰克还蛮不错的。对，我觉得他不错，他单身。你几岁？我26。那你有喜欢运动吗？冲浪。哇，很好。是去有去菲律宾，然后有去伊朗。哇，那你做什么职业啊？我是设计。设计啊，设计师。设计师，对，我现在其实不住在台北，我都在上海。那你在那边做室内设计？不是，我做 UI 手机界面设计。哦，那你不要回头哦，我不要带过来。你17几？我173。173好。123，转过来，面对面先握手，来，预备，1、2、3 ，Go。你知道为什么他在台湾吗？因为他的哥哥结婚。他们躲得远。哎呀，你什么时候要办？12号。12号，好啊，你邀他去啊。他台北人，可是他爸妈在上海，所以他现在都在上海做。虹桥。不是虹桥，徐家汇。可是他即将要去 Australia 了。哦，为什么？念书。哦，这么酷。对啊，他是念护理的东西。哦，进修。可是你不念不能当护理长吗？不行。好，又想要去澳洲念，因为很多水可以玩。啊，对。啊，他最爱水了。环境海岸。他是对环境海岸冲浪圣地，很棒很棒。会冲浪。他很会。你可以教他。潜水，潜水很酷啊！你要去澳洲，我有朋友在那边。澳洲吗？现在是在墨尔本。哦，我是要去墨尔本。墨尔本吗？哦，太棒了！你朋友是男生女生？他们结婚，他们是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对啊，来加来。他摩羯。摩羯啊。应该摩羯很有名。太棒了！我也射手，我也射手，我射手，我射手，你12月3号。哎，你3号，我也3号，哎，真的假的？我们同生生日，那我们难怪我们很像。来，壁咚壁咚，看眼睛哦。10秒，预备，3、2、1，Go！你看，很会聊，很好聊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漂亮？有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因为很有气质，非常有，非常有气质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煮菜给他吃哦，他会煮菜。OK。这样，你会做什么菜？三杯鸡，对。什么感觉？开心吗？还不错，很高兴认识。恋爱的感觉啦！啊，我们打分数。好，啊，你要给他几分？1到10分。满分是几分？10分呢？9.5吧。哦，很好哎，为什么会给9.5？蛮诚恳的。诚恳。摩羯男都不错。好，喜欢摩羯男。射手都会喜欢摩羯男。3点。啊，单眼皮。对，我喜欢软关系的。好，我来问他。好啊，那你会给他几分？9分。哇，还不错哎，为什么会给9分？因为他很上进，他想要去念书，然后他又有自己的兴趣，讲话听起来蛮好听的。哦，声音很好听。对，好啊，很棒很棒，来转过来，太棒，最后了，哇，你们一定要当好朋友。我们最后会有一个友情的互动哦。我天冷，最喜欢安静。哇，好棒好棒好棒！我一直在偷笑。来，跟着有3、2、1。